人工的因素质量的人你要烧纸你要你黄皮那破牙呀你有这么的你黄等起你跟着他你跟着他的老虎骨骼的等起你骨骼的像我这样骨骼拿不带回去拿你不管我跟你讲的你给我收这些黄瓶你看你不会你捡不捡你没有用我要你捡瓶的吧你以后还是跟我捡一样的发行算了不直接捡捡过年十年到三天都可以买个金黄的瓶哎对呀对了还你要收啊你哎你要不给你收一下然后再收一下对吧啊有一把汗打到手指不止不汗的啊对那字母是拉倒它又轻你好的来你鸡收好的以后赶紧跑吧看这三毫米都三毫米他的带着这个东西正好是过也是你将这个小花特别有点腻啊你给我烧的油再给我烧的。那你这么一个烧酱。